Hello. Good morning. 站在房间中央。 让我们开始，你知道规则。 任务编号4005 抓住球扔。 把球放在你的睡眠块, 然后回到中心。 做得好。 Okay. 任务编号4006 使用您的新玩具回答以下问题 向左扔球说是 向右扔球说不 你喜欢饼干吗? 你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吗? 您不再拥有自己的身体, 你感到被控制吗? 你知道你自己吗? 你没有身体会感到恐惧吗? 你是否存在, 没有身体? 你是这个房间? 现实是模拟吗? 我们看到您在睡眠块中写的内容, 我们不满意。 你的生活不是真实的, 现实是模拟的, 你的价值不如美味的饼干。 是时候放松, 您可以用玩具来娱乐自己。 娱乐时间结束了，不要碰球。任务编号4007 将您的背部放在左侧的墙上，面向右侧的墙上。闭上你的眼睛。
是你的邻居，总是很饿。Okay. 任务编号4008，在房间里转三圈，向左转。Okay. 任务编号4009，与邻居分享你的玩具。任务编号4010，站在房间中央，旋转约20次。Okay. 任务编号4009。与邻居分享你的玩具。
4012，从左墙走到右墙，来回向前。 任务编号 4013 吃饼干 Cookie 饼干会让您开心吗? 你想让别人开心吗? 你想成为美味的饼干吗? 你将成为自己。 是时候放松, 您可以用玩具来娱乐自己。 邻居想见你。 睡觉。